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AM 的主播。好的，那为什么我今天现在人会在网络天空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这几天开播的时候一直遇到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我呢以及观众呢都发现我开播为什么一直有杂音。然后由于呢主播呢你也知道，本身女生几乎都是3C 白痴，所以这种事情就要找专业的来。然后因为呢，你知道我身边就是也没什么工具人，所以我就直接来找老板，来找网络天空的老板。然后就我们就试了每一条线啊，什么音源线、我的耳机啊，还有电源线。然后你们知道最后问题在哪吗？竟然是他，你们应该知道这首吧？这是 iPhone 那个 Apple 的那个原厂的转接头。哎，我才刚买不到一个月，然后就问题出现在竟然是他身上，超生气。但没关系，因为还好老板很有耐心，就帮我找到了问题。对，然后老板除了帮我解决掉我杂音的问题呢，我还跟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例如说呢，直播的时候麦克风啊，其实会看到很多人就是讲话的时候都会这么的靠近麦克风，对，这样不对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保护麦克风也是保护自己喉咙最好的方式，就是要跟我们的麦克风有一至两个拳头的距离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声音听起来才是最舒服的，好吗？那希望大家直播加油。